跳水皇后郭晶晶在产子之后呢，是闭门谢客，安心坐月子。那霍家上下呢，也是低调处理一切的生活，也是归于正常了。不过呢，刚刚荣升爸爸的霍启刚显然是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哈。虽然说才当了一个礼拜的爸爸，可人家不一样哈，开始总结各种经验了。咱们来学习一下。资深卫帝郭晶晶为霍家生下第四代长孙之后，霍家上下的一举一动便成为全城的焦点。9月4号，荣升爸爸的霍启刚出席正式活动时表示，为人父的感觉相当奇妙。习惯了一个礼拜，但是真的慢慢学紧。